帮助了听损孩子，更让听觉健康基金会的服务顺利扩展至成人及长者，一起让我们的距离更远了。但还是别忘记让家人听见心中的暖温暖跟关怀，这次一份你听见美好的祝福，捐款人数高达90多人哦。谢谢大家对于听见基金会的疼惜与爱护，有你们真好。